我是随缘型的，就是王八看绿豆，对，看对眼了。哎呦，这个人太花心了，变化很快的。其实一个月前采访我还说要孝顺、要体贴、有上进心，但我觉得这肯定是每个人都具备的。如果说一定要表露在外表的，那就是帅，那就是帅。男女比例都这么夸张了，就是对啊。少女或者是御姐吧，现阶段比较喜欢比自己大的。喜欢比较直一点的，然后也比较相信一见钟情。我喜欢傻一点的，你喜欢短发的女生还是长发的女生？不喜欢，我喜欢电脑的 ，computer 电脑。长发飘飘的，白色连衣裙，身高1.5米到1.8米，白素贞。Gonna be a big man someday. You got mud on your face, you big disgrace. Kicking your car all over the place, singing We will rock you. We will rock you. We will rock you.男生是怎样追星的？小胆，老乡哦，小胆，你大男人开头了。他们都是假爸爸，我是爸爸。哥哥加油，爸爸。你怎么叫我哥哥？爱你哦，蕾蕾，你喜欢我呀，你真喜欢我呀。还有一个就是养猪，别养猪了，还有哥哥吧，别养猪了。翻圈圈，翻圈圈，得翻圈圈，翻圈圈，翻圈圈，翻圈圈。哎呦！那些年爱豆小时候对父母说过的谎。小时候有没有对你撒过什么谎啊？哎，什么学杂货、晚自习啊，什么大家都撒谎，感觉好像大家都没撒过一样，大家都做过谎这事。其实我上学的时候，我爸妈是一星期只让我上一个小时的网，他们就会把电脑锁了，然后我就会偷偷的去看他们的密码，会在旁边偷瞄偷瞄。就一到练习的时候，我妈我父母，然后就要上，一上就上一个小时，一直上到要下午要去上课。然后出来就一顿打，打完了背着书包再去上课。学校物料发新资料给钱吧，比如说跟同学出去玩，说，哎，今天我在同学家住一晚上，或者是说，哎，今天那个哪个电影上线了，去学习一下，对吧？学习一下。睡了，该睡了啊，明天咱们起早了，好好好，马上睡了，今天不行了。进去以后，咔，打开电脑，哎，又一个美好的电竞之夜，美好的电竞之夜。